越好戏越睇越欢喜，各位海内外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珊珊。今期节目将会继续同大家分享陈少峰名剧名曲展演。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陈少峰扮上俊逸儒雅、风流倜傥，表演细腻感人，有天王小生之美誉。而他所创造的封腔艺术独树一帜，清纯典雅，韵味浓郁，令人陶醉。三百林中、六号门、天罡剑传奇、珠辩回朝，风格独特的封腔艺术对粤剧粤曲甚至乎对中国戏曲文化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喜欢研究唱腔艺术的文武生或者是发烧友都必定会学习封腔，可见封腔艺术的魅力。今次藉着广东百和会馆成立126周年致庆，在策划人陈德发先生的组织统筹底下，在柯志强、李陈桂兰、郭伊等热心人士的大力支持底下，在陈少峰老师的号召带领底下，众多演员鼎力献演，才有了这一场盛大的演出，为了弘扬粤剧艺术出一份力。跟住落嚟就等我哋继续欣赏今年喺中山纪念堂举办嘅陈少峰名剧名曲展演嘅精彩内容。
妙啊！哦，为夫深夜归来，贤妻为我安排酒席。贤妻，你都知道啦。李大人，书分一挥，满城震撼，又有谁人不知呀、啊？哦，望贤妻原谅。夫罗，且尽这一杯，心酸。泪洒我谢温情啊，弟
今夜鼓哎呀虽知文为方知兵法为何不知你本方向本故全为不理我你你若不身发平冤是座长朝野嚣顽更多空心内
共你睡不分你家，但郎心早已认，你是我妻呀，妻呀你做我爱和安全，可知我知道你风云妻呀，你云鞋归来吧，一听锣声，暗影啊，一答应我表要记。长江夜梦尽意，下江水滔滔，留字幕山下。为太伴我归家，我只为王命在身，你未敢退奉家，你定相思长香夜，唉相思长夜。水银影，你梦夜苦有吧，那还石花
风云随我化作送土明花我定朝不值勤章今路洒待你今去长途往日那光荣华广告翻嚟更精彩来me
把穷人活路断，我数日奔波未赚过一分钱，马金龙派出一班鬼，到处不准雇佣我胡意，此仇此恨有一朝要清算，咬牙千次。恨透啊马金那龙啊，我无门，可转回家。难救老夫垂危，难自己杀呢蛇，夫妻相对，也无饱饭几一年来受苦尽啊，
想买儿，但我未也敢去掂钱啊！我冇病啊，大宝爹，你咁夜至翻嚟，究竟揾到工作未啊？揾工作，马金龙赶住咗我哋啦！马金龙，大宝爹，你到而家仲未揾到工作？我到边度有钱同阿爹执药呢？哦，大宝妈，我哋有钱啦！嗱，我哋有钱啦！吓、啊？我哋有钱啊！钱嚟噶、啊！我哋真系有钱啊！问啦，你睇到几眼宝儿啦？吓、啊，佢睇宝儿，大宝爹到底出咗啲乜嘢事啊？你讲啦，我将宝儿卖咗啦。吓、啊，你讲乜嘢？系宝妈。我将宝儿卖咗啦！呢啲系卖我嘅仔嘅钱，呢啲系卖我宝儿嘅钱，我唔要，我唔要啊！你点能卖我嘅仔噶啦？你大宝妈。卖身契都打咗纸模啦，钱都收咗啦，你俾我好好而去啊！大宝爹，大宝爹，你俾我，你放手，你放手！吓、大宝妈，
樱桃探火。为解同窗盼望，三百有约不忘，岂是临头话，满心欢畅。快快叩门通道啊，准华堂喂，里面有没有人啊？唔该同我请一个人出来。我家相公梁山伯前来拜访祝英台相公，是他们来了。
弟便作你夫妻。多谢晴天方言啊，一座窗槛别困啊，请贤妹引路啊。梁兄请，请志九哥，哎，我嚟啦。
欢花惨遭零碎雨渐山白有恨难平当时神妹玉牙仙中所有那镜台开下妹怎么双飞玉蝴蝶早知就今夕知情广告翻嚟，喜极那成悲咧，梦嘅不远，眼前终有平洲。之前剪得不断千丝万缕牵，我不愿每来相会，念啊念你彩凤，随夜那碧愁恶姻缘。今日话到伤心，不禁泪痕点点。
可怜是大言辞感恨杀之头风已狂你身要报真怎归家捉不成死再捉父上折朝有信情长在古者为心意不忘余兄近记赠卿罗帕风哥你见物那有余
云一把流，燕雀交轮千磅，我要常在手中下看，我定长在怀中放，信是水火难消灭，但只怕物在以人亡。笑对人生天下事，奉行大地平常心。这个是著名美术大师陈永昌亲笔为陈小峰老师所提的字，可能这个亦都是陈小峰老师艺术常青健康长寿的心得吧。虽然陈小峰老师现在已经进入了耄耋之年，但是他依然最深畅康研究，培育英才，热心公益，弘扬粤剧。他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更加是感染着一批又一批的后辈不断努力不断前进。节目的最后，我们衷心祝愿陈小峰老师身体康健，福寿绵长，奉行艺术能够薪火相传，代代传唱。好了，今期的节目时间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